今天我们来做西马阿吉大猪夹。放在袋子里边，这样我们再去的时候，这个鳞就不会飞得哪都是了。去鳞的时候，这边边一定要注意到，因为我们下刀的时候要从这边下，如果有鳞的话就会很滑，就比较危险。好，这样我们拿出来冲洗一下就好了。这是刚才从肚子里边取出来的，全是油，说明这个鱼非常肥。阿吉的下巴烤着吃是非常好吃的。把尾巴给它去掉，做三枚切。西马阿吉在做三枚切的时候也比其他的鱼会简单一点。好，到中骨位置之后，再从背部开始。中骨去掉，去皮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。血肉混合这个位置，再给它清理一下，这样会更漂亮一点。